美中贸易战谁胜谁负？星岛中文电台听友论坛特邀财经政论专家林修荣、中文电台时事观察评论员霍永强、财经与中国贸易专家余锦光、星岛日报美西版社长梁建峰主持。三藩市华埠圣玛丽教堂社区礼堂，6月22日星期六下午2点半至5点，普通票20元，贵宾赞助票68元。购买查询 650808888 或 moreroda.com。